要包包，那什么都不会，谁要请？有脑想一下就知道了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不觉得哭啊，哭啊是你觉得吗？你觉得吗？就你说啦，你老婆洗了没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要吗？哇，这个包包很贵耶，你看它的价钱。可以啦。不要，不要啦，老公，你不要浪费钱啦。最重要，你生日你开心吗？不要啦，你这么辛苦赚钱，然后又要这么贵耶，你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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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我生日呢很简单，我们在家呢煮一餐，然后一起吃，我就会很开心，很幸福的。没关系啦，选一个啦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太贵了啦，不要，老公，你把钱省起来，我知道你做工很辛苦的，不要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老公，我的生日要到了啊，你要有什么表示啊？我带你去吃喜欢吃的东西。我不要吃，你上次答应过我买那个包包给我的啊，这个很贵耶。什么很贵？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嘞！我是买最便宜的嘞，我选最便宜的嘞！哎，而且哦，你不只欠我一个啊，你还欠我五个包包啊！因为5年了啊，你都不买包包给我啊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要就是要啊！可是这个是我3个月的工钱呢。我不理你啊，我要就是要啊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、啊。我不要车，我要包包就是了。你喜欢日本餐、啊。总之你买包包给我就对了啊，你不用带我去吃啊，不用假假，我不要，那些都是便宜的，我不要吃便宜的，我要包包。还是你选一个比较便宜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包包就对了。这太亏了。你自己想办法啦。我不理你啊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不跟你讲。哎、hey, ，妈咪，在跟谁讲话？妈咪呀、啊， hey, 很久没有见到妈咪了嘞。Hello， 爹地妈咪，你们好吗？哇，我们很久没有回去了嘞。真的，我们很久没有见你们了，很想念大家了。哎、hey, ，新年不懂可不可以回去，应该不能了咯。这次新年没关系啦，我们下一次一定会有机会见面的。所以哦，记得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哦，然后记得戴口罩，记得还有就是勤洗手，然后不要一直出门哦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很危险的，现在。现在在家里哦 ，OK。等我们回来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妈咪，好久不见了咯，好吗？给老婆跟妈咪打声招呼。哎呀，不用啦，没有看到我在忙咩？讲什么？每天都讲，都没有话讲了啦。OK啦，哎，没有啦，还有点忙。我不要这样咧，跟妈咪讲一下话，很久没见到了。哎呀，我在忙，没看到我在忙咩？你没看到啊？哟，再讲啦，再要打，又不要讲，又拿给我，再讲啦。那有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讲什么？每天都讲一样的东西。你好，我好。对啊，我老公真的是很疼我哎，他真的是很好的。他每天哦都在家帮我洗碗呐、啊，然后煮东西给我吃啊，然后他知道有时候我很忙，他也会帮我做很多很多的家务哎。哎呦，那个包包不是啦，那个包包是我叫他不要买的，因为很贵，我不想要他花钱，我要他省钱，他赚钱那么辛苦，他真的是很关心我的，你们不知道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那天呢、啊，我生日啊，他赶快说他要买最贵的包包给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是我叫他不要买的，对。对，他真的是很好，我觉得我很幸福哎，现在。哎呀，我家那个男人啊，没有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工作找5天都找不到啊，还是那个 IV 的男朋友比较好。跟你讲，那 IV 哦，他要什么包包都有哎。哇，他老公，他男朋友啊，哎，不是他老公啊，他男朋友极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买 diamond 那些给他哎，我男人什么币都没有买给我啊，每天只带我去妈妈当。啊，那是。
我都觉得我后悔嫁给他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就是没有用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要找男朋友要找老公啊，不要找这种的。我跟你讲，还有那个Selina 的男朋友啊，你看对他多好，你自己有看到啦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啦，慢慢找，还有机会的。我们一直想要请其他人聊，可以啦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不要这样快气馁啊。我已经聊差不多五分钟了。没有关系啦，慢慢来，你不要这样心急，老婆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。谢谢老婆。不要再难过了，明天呢一定会有更好的一天。我煮个汤给你喝。我回来啦。一看到你现在的脸，就知道你找不到工作啦，是不是？我都叫你不要浪费时间哦。你这样没有用，你觉得会有人要请你吗？肯定没有人要请你啦。我已经一直这样请你了。哎呀，没有用的啦，没有人要请你的啦，你自己想啦，什么都不会，谁要请？你用脑想一下就知道的啦，对不对？自己没有用，又要找工作。哎呀，不要讲了啦。哎呀，都讲了啦。以前书又不要读，你觉得有用吗？不用再找了的，你不用浪费时间了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找来找去一样浪费时间。不用找了，我要 order 这个 mushroom soup， 然后还有这个 aglio olio， 哎，不要虾哦，不要海鲜哦，因为我老公过敏。然后还有这个 Caesar salad chicken 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宝，你可以 order 虾啦，你自己吃啊，你喜欢。哎呀，不要啦，你都过敏，等下你吃了全身痒怎么办？没关系的啦。不用紧啦，你往这一切啦，你可以吃。有啊，你可以吃的我就可以吃啊，你喜欢吃的就等于我喜欢吃啦。哇，那我这样体谅我。好的。我要那个虾、螃蟹，然后 oyster， 还有带子啊。OK， 谢谢。你不懂，不能吃海鲜吗？懂啊。然后怎么你 order 全部海鲜？我这样吃，我敏感呢。哦，迁就我啦，迁就我吧嘛，怎样不可以咩？可是我敏感啊。你带我来不是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咩？就我吃什么？难道是你喜欢的咩？吃啊！哎呀，过敏啊，等下再打算啦，不一定会啦，可能这次不会啦，对不对？你迁就我啦。点好了，现在全部，你又不够钱，你要怎样？你要我出钱啊？吃了吃了。你要我出钱是吗？吃了。哦，那全部都是贵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些，迁就我一下会怎么样？你看人家都看了，在看我。好吃。谢谢老公。哎，这么。收啊。不用了。我来洗，我来收，你去给弄弄完呢、啊。自己收呢。不要这样，我来。不要这样辛苦了。不紧不紧，来来来，我收我收，你去给弄弄完呢、啊。辛苦了。很饱。哇，好饱哦。老婆洗一下碗啊，今天。不要，怎么一定要我洗？很累，我做工回来。我也很累啊，你洗啊。帮我洗一下啦。不要，这样多碗，你洗啦，你帮了我会怎样？哟，反正每个做老婆不是应该帮我洗碗的吗？什么叫做做老婆应该要帮你洗碗哦？有这样子到底呀、啊？我们分工合作吗？我做工回来很累了。我也很累啊。
我现在吃饱啊，我不能走路啊，我累啊，我不想洗啊。所以你做老公是不是应该帮我洗？一定要老婆洗的咩？来，我洗了，我洗了。做工大晒咩？洗啦，大把人做工。哇，老婆，你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耶，真的是好老婆啊。哇，老婆这么讲，你这样让你不要收拾哦。就是等你回来帮我收啊，你还要讲这样多。你这样的空，怎么不要收一下？哎呦，我都不觉得乱，乱是你觉得吗？你觉得乱就你收啦。我做工回来很累了哎，你收一下嘛。我也很累啊，我感冒哎。少哎，这个蛋给你，哎，这个也是给你，你要吃多一点呐、啊。老婆，你自己也要吃啊。你吃多一点，因为你这几天很累，一直在找工作，老婆知道你很辛苦，所以你要吃多一点。太多了啦。对呀、啊，你吃多一点。我知道你疼我，可是太多了啦，我们一起学学咯 ，OK？ 没关系啦，你吃多一点，拿这个给你哈。太多了。那你顺便也吃这个饭啦，你吃完它好不好？太多了，老婆，我只要吃。吃，你真的吃多一点。我知道你疼我了，可是太多了啦。你受了，你受了。听我讲，太多了。不会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学学吃 ，OK？ 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吃，一起吃啦！自己。哇，吃饭！你这个你还不要了噻？不要。还有你这个也吃不要了噻？这个全部给我啊！不你不可以吃太多，你喉咙痛。还有这个给我，给我一点呢。哇，这个全部哎掉了，你拿来。你这个全部是我的。要我吃什么？你不用吃了减肥啊，你不讲你肚腩很大咩？这全部是我的。啊，给我吃一点呢。不用吃饭，这个、掉了、啊，吃这个就好了。你不能吃太多了。减肥啊！小人，这点钱。那我的，这是我的，那全部是我的。那我不要吃啊、哦。